各位啊，我已经骑到苏花了，车有点多啊，再接再厉。哎，继续加油吧。那车开太慢了，开超慢，都快睡着了。继续加油。2000 years later. Hello， 我现在才到这里而已。Hello， 我现在好像快进入北宜了吧？对吧？对吧？应该是吧？应该是吧？还是很有精神呢，超有精神的，继续加油嘞！我现在还在北宜里面，我在当乖宝宝，我整路都骑40人，平均速度35到38，赞，继续加油。进入台北市区后呢，就开始疯狂的走错路，看像这边不小心就走到了右转车道，从这边往左边切好像也不太好，所以就只能直接右转。What is that?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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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uck! Shit! Yes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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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Yes!这边呢也是不小心走错路，幸好他还是可以连回去。这边也是差点走错，我对不起后面那一台蓝色的速克达。这边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要骑这一条。
到各位，我不知道我骑到哪里，反正就是还有四个半小时，加油吧。哇，走错路了，这边要左转了。哎，只好再绕回去。好一个 Google 地图，又带我来这种小路，奇怪了，我当时为什么不直走就好了？从这边开始呢，地板就不是柏油路，是小碎石，还有小碎石，还有小碎石跟小碎石的路。我现在已经不是在骑车了，我现在已经在漂移了。最后30分钟，看看是谁回来了。你讲话可以不要那么大声吗？哎，终于到家了，终于到家了。我现在还是很有精神呢。之前还了两次，骑到后面都晃神，差不多就是睁开眼睛睡觉那种感觉吧。然后回来是随便洗一洗就睡了，但这次不一样，我骑到后面头脑还是很清楚。回来洗澡也是很悠闲的在洗。到床上还可以滑一个多小时的手机，果然照着自己的节奏还比较不会累。叔叔有练过，小朋友不要乱模仿哦，该休息还是要休息。哎，等一下，小朋友又不能骑车。我觉得整趟旅途最屌就是我出门前喝了一瓶麦香绿，之后就直接骑到达武门市，然后再喝一瓶麦香绿，和买了一瓶水，之后就直接骑到旧街东河包子，喝了一瓶鲜奶茶和吃一个肉包，再喝几口水，然后之后就直接到了台北，中间完全没有吃任何东西。到台北附近后喝了两口水，之后就继续骑，骑到剩30分钟的路程停下来，去乐福再买一杯麦香绿，然后再喝了两口水，中间完全没有想尿尿的感觉，然后就直接骑回家。啊，我的银眼也没用到，因为我懒得换。这一瓶我也没用到，最屌的是我出门竟然没有带到这一瓶水，所以我才在达武门市买了一瓶水，真的太智障了。我这一次跟其他两次差不多的，都是环小圈的，720公里，我油加了220加205加230，我都是加98，总共655，还 OK 吧？一个人的24耐。是孤单还是挑战？我只能跟你说，刚开始你会觉得是一个挑战，骑到西部你会觉得很孤单，骑到最后你会觉得自己是脑残。我跟你们说啦，我现在非常有精神，我都觉得我可以再还一